做人靠心，不靠嘴，用真心待人，坏了自己，用嘴巴待人，难换诚信。与人相交，但求一实在；为人处事，但求一诚恳。精于算计，人财两空多的是；为人狡诈，寂寞空虚没人陪。眼睛是用来看美好事物的，不要总盯着别人是非；嘴巴是用来吃饭谈情的，不要论人长短，挑拨离间。一个人要享受人尊重，必须先尊重别人，眼里容得下别人的人，别人才愿意容他。一个人一生之中最值钱的东西，不是金钱财富，不是名利权势，而是一个人的涵养、修为和素质。你若虚假，没有真心靠近；你若认真，才能换来情深。做人就要实实在在，诚心诚意，别太算计，算计多了伤了是自己；别太霸道，霸道久了无人会帮衬。做事要留点余地，说话要积点厚德，才不至于走投无路，才不至于惹祸上身。多一些善举，少一些恶行；多一些真诚，少一些算计；多一些鼓励，少一些责备；多一些帮助，少一些利用。与人为善，就是与己为善；与人有路，就是为己留路。好的友情就是你情我愿，铁的关系就是相互扶持。称兄道弟不如危难帮你一回，甜言蜜语不如遇事爱你一把。交人要交心，交往要认真，处事要诚恳，办事要守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